山雪，他俩到处打架，你知道吗？哪一个系赢一个系，全打趴着。你们知不知道，太极系就要跟全校树敌了？你以为对魏楚和风飘飘的事情了如指掌，但是我劝你做人别太自以为是。但你要记住，在这期间千万不可与人动手。确定不要送回寝室吗？谢谢。这个时候呢，多亏有一个人出现。这本书好有趣的样子。前面有个钓鱼台，今天带你去钓鱼。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不练功。你要是今天让我练功，我打死你。那个飘飘，嗯，你的胳膊好像变粗了。这么早出来钓鱼，你有病啊还是我有病啊？啊，哪有鱼啊？有鱼吗？你稍微安静一会儿，鱼就上来了。就你这么走来走去，一天也钓不上来鱼。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鱼食太少了吧。筋都静不下来，别说钓鱼了，太极你都练不好。我也是服了，什么你都能练了，太极你自己钓吧，不陪你玩。哎，你的鱼竿有反应，是不是鱼上来了？真的吗？没有啊。哎，嗯，想不想学钓鱼啊？我可以教你。不想，我学也不跟你学。钓鱼最讲究心境，你这么走来走去的，一天也钓不上来鱼。你坐在这就能钓鱼啊？来，我问你，你说鱼傻吗？我把东西放在你嘴边，你会不会吃啊？一个陌生人，啊，放这啊啊，你看你也不吃，所以鱼也不傻，鱼也不会吃。来，谁会吃？哎，在动了。快快快快快快拉起来。哎哎哎哎，怎么给放走了呀？家里没有小宠物，拿回去养多好。我今天带你来钓鱼，主要是想让你体验一下钓鱼的过程。钓鱼的时候要心静，否则你一条鱼也钓不上来。以你现在的状态，如果打坐的话，估计连半个小时都做不到吧。讲完了吗？饿不饿？走啊，吃饭去。此情此景，我想唱歌一首。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孤嘎孤嘎，真呀真开心。谁说女子不如男？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歌词你自己写的？嗯。我平时来这儿几份水果就够了，今天你跟我一起过来，我就准备了这么多，毕竟你那么能吃。算了，看你准备这么多，我就不跟你犟了。不是哪个呢？嗯，我今天都没钓到鱼。但是我钓到了。有什么可炫耀的呀？了不起。我看你最近心不在焉的，事情那么多，带你来散散心，这之后就收收心吧。
开始准备武道大会，省得到处和别人出去玩。怎么这么多好吃的呀？吃都吃不完啊。钓鱼跟太极一样，讲究平衡，还有心境，生活也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平衡。你这几天玩得太嗨了，也该认真训练了。买的也太多了，都吃不完。吃好了，这顿饭400。多钱？400。你怎么还要钱呢？我400，我吃你这顿饭啊？货物一出，概不退款。等下午回到家之后，好好打扫一下我的房间。最爱我都吃坏了。你喝水了，200。他不理人。到了。其实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好的。只想对你说出心里话，所有不安，所有喧哗，都在你面前表达。每当夜深眼泪会落下，也许是习惯到了。和我一样身在远方，即使孤单也要发光，就算失去了翅膀，也要努力忘掉所有悲伤，学会坚强，心不再流浪。认真点儿，动作不能大一点吗？眼神闪烁的情绪，忐忑不定的内心，对麻木有点吃力。命中注定的相遇，出场戏让我想起小说里的比武招亲。丹田需要深呼吸，保持强大的定力，暧昧是基本考题。跟熬夜没有关系，我有点投机，只是有点紧张而已。我就是这样，偶尔会变笨，有些迟钝，也可以解释为单纯，和恋人失散多年的心
十点钟方向向前跑 Just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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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对我打着太极该怎么试着防御我的步伐在哪里你是不是该说几句别对我表现太急寻找那蛛丝马迹却一旦再浮现暧昧的情节出出出出上有点轻佛佛佛佛醒来的你多多多多少个秘密藏藏藏藏在谁的心太太太太极生凉意不小心一切都归零抓不住搞不定的轻飘飘的小心一点你六项体能训练勉强合格说话算数算我还一半不许反悔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过你还欠我挺多的哎行行行别说我知道了哎那你说如果我太极要是打到一定程度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抵消全部的人情那得有个标准啊行吧标准你定好吧随便说开个价那我想想那如果你拿到了全国武道大会的冠军我们两个之间就两清了冠军是不是有点难啊做不到的话你就在我家打工吧不想打工那就训练啊我不想训练我不训练那还是拿冠军吧说我拿不了冠军啊在我家打工啊做牛做马我不我不要做牛做马我也不要打工训练训练训练不算了我不教你了你直接打工吧不行那从下周开始练习打坐打坐像你一样当个木头我不打坐我不当木头木头又不理人了不理人不理人木头不理人啊快来看啊不理人你傻吧你别傻今天约你出来是想告诉你我留学交流的时间就快到了很快就要回国了在这段与你相处的日子里我过得很愉快在我离开之前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啊一次遇见是幸运三次遇见就是命中注定飘飘我一直很喜欢你我可以带你去日本去看看我的家乡或者我也可以把你留在这里我妈妈特意为我求了一个良缘玉手保佑我能找到喜欢的女孩子现在她应验了我想和你一起把她烧掉向神社还愿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可是我今天必须要拒绝你其实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每一天都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可是就你刚刚说的一次遇见是幸运三次遇见就是命中注定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的是另一个人但不是你不好是你很可爱你人很好你很开朗但是哎如果
你回日本或者在哪里，我觉得你都会很受欢迎。对不起啊。谢谢你，月山寻的君。谢谢你，飘飘。你要不要喝水啊？饿吗？不。你想不想喝汤啊？你要干嘛？我想帮你做点什么。你想看书是吗？好，那。六二或一之十，这妹子。你今天怎么了？我想帮你做点什么。那你去把房间打扫了。好。哎，你怎么把它拿出来了？我们要不然拍个照片吧。你往那边点，近一点。下来。要不要看？去打扫喽。今天是怎么了？这是什么？跟你长得好像。你又无聊了。这是什么呀？很贵吗？跟他上次砸的比不算贵。喝水的吗？你很闲吗？
你看看行不行？我都吸不到了。啥呀？我打扫。哎，你要干嘛？听你的心跳。哟，真是稀奇啊！各位队长和全道系聚在我们太极系干嘛？我们庙堂小，招待不起你们这么多神仙。你以为我们来这儿是开禅话会的吗？那你们究竟有何目的啊？什么目的？你们应该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了。你就是到处在我们藏风学院各系切磋的那位？对，是我。怎么了？哎，你口气还挺大的。我们藏风学院只要涉及到比武，就一定要经过学生会同意，然后再由导师做裁判才可执行。你刚来学院不久就破坏咱们学院的规矩，什么通知都没有就敢一个人上门切磋。今天我们大家到这也只是想讨个公道而已。对，而且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讨回一个公道。假如你们败了，你们就得直接废系。对，废系，废系。哎，大家先冷静一下。这位同学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哦，还记得吗？你想废我们，拿出点本事来啊！打！打！打！闭嘴！吵死了！就凭你们几个，配吗？配不配可不是靠嘴上说说而已。好啊，那来试试吧。来啊。哎，你们干什么？那么多男生欺负个女生好意思吗？哎，小小你们干嘛呀？他们谁呀？这里没有你多管闲事的份儿。哎，你又是谁啊？我就要多管这闲事儿，怎么了？哎，你没事吧？往后一点，小心别伤到。今天这么热闹，诸位是把太极系当菜市场了吗？太极系的当家人终于来了。既然太极系的队长到了，那我们的挑战书也算是正式下达了。白海洋，你不会不敢接吧？大家如果有什么误会可以解释，稍安勿躁，挑战书的事情我们日后再议。没什么可冷静的，你趁我们不备派一个小姑娘上门切磋，这是存心要伤我们的脸面，这个过节过不去。只准你们上门挑战，而我们就要从长计议。白海洋，今天这挑战书你不接也得接。不懂规矩就得接受教训，我劝你们还是优雅地接受我们的挑战为好。多说无益，今天这场我打定了。打！找我们来什么事儿？难道你们一个个就任由太极系骑在你们脑袋上？谭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只是看不惯太极系这么嚣张罢了。他们没落的时候就敢上门切磋，如今魏楚也要回来了，似乎有一场大事要干。如果我们现在不给他们一点教训，恐怕他们到时候就真的骑在咱们头上了。他们既然能上门切磋，我们也能。但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废除太极系。怎么样，有愿意一起的吗？这挑战书太极系接了。事情的经过我已经了解了，既然这件事由太极系引起，这挑战书自然就没有不接的道理。很好，还是咱们的学生会会长说话干脆。还有，我们跟太极系之间的打赌也请会长给我们做个见证。还是跟我说的一样，假如你们太极系败了，小雪妹，刚刚多谢你了。哦，我什么忙都没帮上，就还添乱了，幸亏有你解围。没有，老实说，看你身材这么娇小，没想到你居然敢冲上去。他们那帮人凶神恶煞的，你要不是运气好，可能真的受伤了。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就看着他们那么多人围着林雪一个人吼，挺吓人的，我就上去了，挺傻。那我就不方便亲自送你回去了，里面还有事需要我帮忙。哦，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自己走的。那你路上小心。嗯，谢谢。谢谢学长。魏队长，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莫名其妙的消失，回来后又转系去上香学院，凭什么替我们接下比武？你当初答应我们的，究竟还作数吗？大家先冷静啊。大家听我说，事已至此，这个比武我们必须接。但是现在，我们是要抓紧训练，而不是互相指责。海洋学长，魏队长突然出现，就替我们太极系做主，难道我们不该找他要个解释吗？我会给大家一个解释，但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抓紧练习应对比武吗？学不到你们四大家族的精髓，我们拿什么去比武？我答应过你们的，一定会实现。以后我会亲自指点你们的太极。真的吗？真的吗？魏师兄，你是认真的？从今天以后，只要我有空，就会来太极系，为之后的比赛备战。你们有信心吗？有。有。好，魏师兄，我们愿意相信你。好了好了，同学们，赶紧去训练吧。好。魏楚，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对啊，魏师兄，那你是回来了吗？你要是回来了，那我们就很放心了。别挂念我了，我只是说指点他们太急，并没有说要回来。
你们就只管安心的准备比赛，相信我，太极系必胜。魏楚，你这……放心吧，最差的情况下，我也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魏楚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没事，我再去问问他，他应该有他自己的苦衷。林雪，陈冰，你们可千万不要懈怠了训练。对了，最近八旗门好像有复苏的现象，你们要多留一下校内有没有八旗门的门生。好。你今天怎么陪我一起来练功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同甘共苦。你少来，同甘你应该请我喝喝茶，吃吃零食。那叫共同堕落，不叫同甘共苦。你这么有文化，你不知道什么叫劳逸结合吗？如果你累了的话，就回去休息吧。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走了。去吧，去喝热茶，看漫画吧。你不冷？冷也得接着练。行行行，你最刻苦，好吧，你最刻苦，我可真走了啊。没人拦着你，回去休息吧。算算算，你陪我练，我也再陪你练一会儿吧。热汤、热毛巾，温度适宜，我真是周到。哎，你怎么突然出现了？这是我房间。这是，哦。哎，热水喝了吗？热毛巾敷了吗？我是不是很周到啊？那你呢？热水喝了吗？热毛巾敷了吗？还不赶快去。你是在关心我吗？我去洗澡了。所以你要支给谁啊？你要送谁啊？你要送谁啊？送我爷爷。哎呀，骗谁呢？你送你爷爷那个围巾，我跟你一块儿去买的，20块钱，你讲价讲一上午，我记得清清楚楚。就不送我爷爷呀，我还能送谁呀？还能送谁呢？还能送谁呢？送魏楚了吧？你看，就跟我说话都乱了，这差哪儿啊？就怪你。怪我？那你这个支失败了，你再买一个20块钱的那个不就行了？那不行。哎呀，这不是他之前帮我很多忙吗？我不能欠人家的，对不对？织条围巾，意思意思。那我还帮你那么多忙呢，你怎么不给我织条啥的？请你吃饭，织完请你吃饭。我觉得吧，我接受现实，我们飘飘就是恋爱。恋爱了？不要我了。你怎么有男朋友？没有。傻丫，你不配。你知不知道灰姑娘那个？
不是睡美人，我拿这个扎你。你别给我转移话题，我气着。哎，我厉不厉害？一般。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那谁是第一？我。不可能。说梦话。你要治多久？我看着你治了有个两周了吧，怎么还是这姐？别说话。白海洋今天来过了，我知道。听说太极系又出事儿了，你没插手吧？没什么，太极系有白海洋在，我不必多管。那就好。你现在功力还没完全恢复，可不能再冒险受伤了。在不受伤的前提下，重新站上擂台打太极。可行吗？非去不可吗？以防万一罢了。你真要去的话，我也拦不住你。只是千万注意，别再受伤了。多谢陈叔，我记下了。别跟我，咱们要此起彼伏。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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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摇，你看这不就起来了？律动感，好丑啊！哎、你再说丑，算了，也就是一个意思而已。很有特色，很有特色。嘿嘿嘿，我先去趟魏楚家，把这个给他。你天天就知道往外跑，往外跑，往外跑，你就把我一个孤儿留在这个宿舍吃薯片，你忍心吗？我。我送完就回来找你，请你吃饭。你去吧，去吧，去吧。不过啊，魏楚他这两天可能情绪不太好吧？嗯？为什么？看吧，就知道织围巾，然后两耳不闻窗外事儿。太极系被藏风学院给围攻了，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大概两天前吧。我也不明白，他都不是太极系的人了，还要帮别人接下这个比武，哎，搞不懂。行吧，我去问问。去去去去去！怎么了？太极系被藏风学院集体挑战的事，你怎么没跟我说呀？就算告诉你了，有什么用吗？那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我能帮点什么吗？有，把家里打扫干净，别到处乱跑。放心吧，有陈斌、杨宁雪和白海洋他们在，不用担心。你现在在他们面前显了武功，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再说，那些喽啰。交给陈明他们就足够了。你可是我教出来的，可不能轻易出手。说到底还不是自夸。哎，对了，眼睛闭起来。干嘛？快点！你要谋杀我？别废话，闭起来。好。不许偷看啊！嗯。你离我这么近干嘛？你是不是偷看了？没有啊，你在哪儿，我都知道。喏，好看不？切，你编的？嗯，不
许献丑，这可是我辛勤的劳动成果。你自己有试过吗？没有。你也试一下。我不是送你的，你自己试嘛。我这个就是回馈你，好吧？你之前帮我这么多事儿，送你的礼物，我不想欠你人情，就这样，来。怎么拿这个鞋、啊？会不会滑？不会。先穿上。那我要摔倒怎么办？医生负责。医生啊？对啊，医生。医生，会不会太潮？嗯，医生。医生。对啊，医生，我觉得。太久。大夫，医生。迎接晨曦，深深呼吸，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无畏无惧，多一点努力，成败都有不平凡的意义，一步一步向前慢慢靠近，每一招一式解决所有难题，就算有再多阻力，我也不会放弃，守护只属于我我厉不厉害？是不是强到爆炸？就算世界与你为敌，我依然站在你的身边。我真搞不明白，这跟太极有什么关系？你觉得滑这么长时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平衡。下课了，我走了。哎，不是，你，嗨，你别走啊！平衡，为什么平衡呢？然后就下课了。没错。怎么了？有人跟踪我。所以你被吓得脸都白了？我一点都不害怕。真不怕？不怕，有你在我怕什么？魏楚，小心！你到底是谁？
魏楚，魏楚，你还好吗？啊，上哪了？魏楚，魏楚，魏楚，你起来，你起来，魏楚。再来，下一个啊！不急不急，没事，刚才很好。什么？来再来。那明，不好意思啊，太难了。好嘞。喂，飞旭。我今天好一阵飞旭的了。我们家人接住。放回去。